粤剧、京剧、歌仔戏的剧本一手包办，这位慈眉善目的气质长者竟然正在攻读神学院的博士班。77岁的陈瑞之牧师在台北真道教会一手建立了以年长者为对象的国台语主日，同时下午还带领他们灵修，更建立了华人真道福音剧团。这一切对年长者的爱护源自于自己童年时期阿公阿妈的熏陶。两位长辈带我看歌仔戏，就是从我幼稚园一直看，看到中学。到我信主以后，我就是很喜欢老人家，我看到这些长辈好像看到我的阿公阿嬷一样。特别是歌仔戏，那陈牧师想做这一块，其实是说起来是应该是很困难的，因为教会其实在这一块的着力不多或是看见不会太大，但是他们就愿意摆上时间，他们愿意服侍，他们自己出钱，他们出力，他们就去宣教。与阿公阿嬷看歌仔戏，跟父亲看京戏，从澳洲回来与夫婿旅居香港15年，又爱上粤剧。陈牧师对戏曲的热爱，结合对长者的传福音负担，让他决志用戏剧来传天国的福音。我觉得好像凡事接触到神，就算圣经，就会有那个复活的大能。我这个从小不喜欢歌仔戏，我觉得很吵的，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觉得好像圣经的故事透过这些戏曲整个就活过来了。我常常勉励我的团员，我们是一个分别为圣的属灵的团体，我们的灵性要被建造，我们演出来的戏剧才能感人。我们最重要是要把那个圣经的真理生命把它诠释出来，也才能够真正祝福观众。坚持恩典白白得来，一定要白白分享出去的陈瑞之牧师，向我们展现了前辈的信仰风范。他正用他的生命做见证，祈求台湾成为一个福音的宝岛，成为全世界华人的祝福。